你还是知道了，骗子！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卷进来。我虽是你们英师的奴隶，但我依然是大唐的子民，身体里流的依然是大唐的血。你叫我如何置身事外？你一直跟着我，就是想探查出英师的行军路线，然后传递给大唐，对吗？ 苏医生，啊，带他回英师。不是，这老老实实的回去，不要再闹了。如果你做了什么对大唐不利的事，我不会原谅你。阿诗勒索，别逼我有朝一日与你兵戎相向。 把他给我捆起来，送回英师。是。夜袭！陛下，阿诗勒部突然来袭。备马。陛下，马已备好，臣等立刻护送陛下离开。不，随我列阵，迎击阿诗勒骑兵。你要亲自上阵。 陛下，目前形势尚能控制，请陛下三思，另谋他计。朕是大唐之君，亦是大唐之民，护卫家国是朕万死也要尽到的责任。